谢若雪，你自己闯了多大祸，你自己知道吗？啊！哎，我真的是看不懂你啊！舒颖把你姐弟带到上海，他怎么对的你们？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怎么得罪你了？你能下这么重的手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以我的身份，我都可以用谋杀罪来拘捕你啊！头，要不要给你回去拿身干净衣服啊？不用了，你也让兄弟们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好。哎，医生，医生，怎么样啊？医生，啊，目前伤者除了轻度脑震荡外，还有一些外伤，手踝骨伤的比较严重，恢复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。谢谢啊。嗯，谢若雪，你干什么去你？他不是没死吗？他没死是因为他挂在树杈上了，那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他没死，你就可以当没事似的走吗？那你想我怎么样？给他磕头，让他推我下山一次。谢若雪，那老子应该把你推到悬崖底下去。金宝，你别忙活了，我自己来吧，你不用每天都来看我。嗨，没事儿，不耽误事儿。对了，我去找过若雪，可她老躲着我。这丫头，我不怪他，他能找你来救我，说明他心里还有我。可是，你们两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你就别问了。总之是我错在先，是我对不起他们谢家。哎，真是要了命了！你们这两姐妹啊，都是统一口径，打死都不说。来，再喝口粥吧。43号床，家属缴费。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我去就好了。金宝，我去。金宝，谢谢你啊，钱我以后还给你。没事儿，你看，又见外了不是？那我去了啊。我检查了，何太太啊，没有多大问题，就是有些太太病。太太病？什么是太太病？好害怕啊！太太嘛，出门坐车，在家有人伺候，缺乏锻炼，而且常常通宵打麻将，自然感觉气短体虚。不好意思啊，不过我平时好像就这样啊。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再少打麻将啊！你不是也打麻将吗？我那是应酬打麻将。我给您开一些补药，另外啊，还要经常坚持补充维他命。哎，好，我去拿药就行了啊。给。哦，韩书记那药齐了是吧？齐了。谢谢啊。谢谢谢谢。孙局长。何先生，这么巧在这碰上您了，我先忙啊。怎么了？病了？啊，我有点不舒服，领那点药，我先忙啊。韩淑英怎么了？没怎么样，不是他，我不舒服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着什么急呀？咱哥俩好好聊聊。别，哪天再聊。反正啊，事情呢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你说若雪把韩淑英推下悬崖，为什么？我哪知道为什么呀？这两个人就跟商量好似的，什么都不说，还什么都不说。哎，舒颖啊，不但不责怪若雪，反而好像还欠了谢若雪什么东西似的。哎，我也搞不懂啊。
孙金宝，你给我把韩叔影盯好了。哎，什么？我给你把韩叔影盯好了？你真当自己是什么人了你？你的猜测是对的。谢家栋在看到虎子被杀的时候受到刺激，想起当年自己的父亲被杀的情景。 能让若雪下次狠手的，也只有这件事情了。那他们几门两个能和好吗？若雪是个倔性子，我答应过舒影，有任何事情跟她一起扛。可是现在我无能为力，只能看着她一个人苦苦的煎熬着。我承认，当初是我们乐观了，太低估你和楚天的个人感情问题。韩疏影不安顿好。 我看你是永远没有心思回来工作，不如这样，你在外面租一个小公馆。现在上海有钱的男人都流行养个偏房，不过韩疏影未必会让你养。呵呵，养？怎么养啊？我现在只想给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这个韩疏影还真够传奇的，也算是一个乱世奇女子吧。 要不是身份限制，我还真想跟他认识认识。平平淡淡的嘛，平平淡淡的好。我真希望他平平淡淡的。请问你是韩疏影小姐吗？请你配合一下我们，跟我们走一趟。 知道了，这样也好，至少我今后不用再背着负担了。你背着内疚走了这么多年了，你不苦吗？我心甘情愿，欠别人的迟早要还。舒莹，我说过天塌下来有我，别怕，有我。没有必要，你我两不相欠，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。 子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小坤也死了。我看报纸了。他见过你，可是你让他保密。没错。我是见到过他，只是当时的环境，我不方便透露。这件事情困扰了我很久，和楚天我就想要一个答案。胡子杀人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？ 我真的只想听一个我想要的答案，不管我们两个以后有没有结果，我都不在乎。我只想要一个答案，一个让我觉得我心中那盏灯还没有完全熄灭的答案。我告诉你这个答案，这件事情与我无关，他连我也想杀。 我真的是太傻了，我竟然对你还有幻想。<笑>
放开我！舒影，别走，留下来，我需要你，舒影。放开我！我求求你给我留一点尊严，这是我比生命还要看重的东西。我弟弟今年14岁，之前由于打仗，再加上身体不好的原因，有4年没有读书。停课之前读到几年级了？在老家一直上的私塾。哦，明白了。像这样的情况，我建议还是从初中1年级开始念起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学费是？学费加住宿费，1年一共150块。150啊？姐，要不我不上学了？不行，你必须要上学，还要好好学钢琴。我们全家可全都指望你了。谢胜雪，快跑！哎，谢胜雪，哎，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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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可真行，我叫你，你跑什么呀你？谢若雪，你这心可真是海量啊！你一次医院你都不去啊？关我屁事！关你屁事？哦，是我把你姐推下悬崖的。她不是我姐，你要是关心她，就去照顾她。孙金宝，咱俩认识这么久，别说我没提醒你啊。她现在感情青黄不接，正是你下手的好时机。祝你好运，加油啊！哎哎哎，你说什么呢你？我是说你，那扯我干什么呀？我孙金宝是那样的人吗？哎，怎么了？你担心他啊？他挺好的，除了手臂胳膊有点伤以外，其他地方都没事儿。真没事儿，走了。我今天来就是来讨要你扣押我那半个月房租的，你赶我走我认了，但钱必须还给我。哎呀，跟我算细账，把你弄坏的家具、偷我的衣服全算上，恐怕你还得再付我半个月的房钱呢。哎呀，不讲理的碰上祖师爷了，我还真的给你上香是吧？谁不讲理？你不讲理，谁不讲理呢？哎，吵什么吵？哎呦，韩小姐，怎么样？这伤好了吗？这是发生什么了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一会儿我给你换个大点的房子，咱们晒晒太阳啊。不用，我住原来这间挺好的。哼，原来还是个假正经啊！什么有钱的公子哥，现在又是警察大爷的，后台可真够硬的呀！哎哎哎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用理他，像他这种女人呐。在他眼里，所有男人都是嫖客。你看，你看我这嘴，真不会说话。进来吧。哎，舒影，我去给你打点水啊。哎，你别忙了，已经出来好久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啊，没事。我的事情啊，你就不要操心了。倒是你啊，你下面有什么打算没有？先找份工作吧，
把日子先稳定下来。啊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是想说，其实你们可以搬到我那儿去住，我可以搬到局里去凑合一下，省得再花钱租房了。作为一个朋友来说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我在毫无节制地接受你的帮助，那我们的关系就超出了朋友的范围，你说是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你看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局里还有点事要忙一下，那我先走了。对，对对，走了，再见。孙金宝，孙金宝，在想什么呢？这个买菜，这些买米，这个我交水电费。哎呀，我还得给家东买一双鞋呢，那我少买点菜。哎呀，不行，他现在长身体呢。若雪，哎，我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奶黄糕。谢谢宝宝姐。怎么啦？还在凑家栋的学费啊？哎呀，别说学费了，生活费都不够。这当家实在太不容易了。那当然了，当时树影在的时候啊，整天为你们三个人的吃喝拉撒睡也是绞尽脑汁。哎呀，到最后啊，只能苛刻自己了。你看啊，你看我这有心没肺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那儿还有15块，你先拿着花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宝凤姐，你们家的情况我还不知道啊，也是做一件衣服够吃两天。不用，这个差得太远了。那家栋上学怎么办啊？我再想想办法吧，还是先出去找份工作。谢谢。下一个，韩书影，韩书影在不在？你好，我就是。啊，你这手能打字吗？嗯，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，医生说10天就可以痊愈了。这么说，我们公司还得养你10天，给你开10天的饷。你是想来当少奶奶的吧？你什么你？赶紧走走走走走走，下一个，马小丽。我来让一下，进去吧。会打字吗？不会。会洋文吗？不会。哎哎，我说你什么不会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去哎，手脚干净一点啊，你再碰我一下，信不信我告你非礼啊。哎，我说你这位小姐，你怎么这么横啊？怎么恶人先告状啊？谁是恶人？由警察说了算。狗眼看人低的东西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讲话？你这是来应聘的吗？我看你是来捣乱的。吵什么吵？吵什么吵？统统给我！注意素质。经理，你蹲。谢若雪，谢小姐，里面请。我们都
错，还以为是年纪大的这个呢。哎，你可以走了。切，哎，坐坐坐。广告上说你这家公司很大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嘛。啊，我们地方是小了一点，但我们做的都是大生意。我可事先声明啊，我不会打字，不会洋文，不会算账。老板，这样的三无人士你要不要啊？没关系啊，谁生下来就会做这些啊？不都后学的吗？不着急。哎，您这个身材跟长相啊，特别合适做私人秘书。要不你给我做私人秘书，我给你正常的薪水，当然还有额外的补贴。可以是可以，可我实在是烦门口那个家伙狗仗人势，我一想到以后每天上班都要看到他，恶心都恶心死了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去下一家吧。哎哎哎，你不能走，来来，走走走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忍那个老东西已经很久了，我早就想弄他了。老胡，哎，经理，你找我？老胡啊，咱们是外贸公司，跟洋人打交道，所以素质很重要。嗯，但我看来你这个素质是零啊。我给你出一招，去账房把薪水一结。走你。嗯，哼，这回该留下来了吧？今日你这么给面子，我要是不来，那就太不识抬举了。好，哎，把这个填一下，内容不重要，把你的住址跟电话一写就好了。哎呀，还要填东西这么麻烦呀。哎，那我回去再填吧，明儿上班的时候带过来。老板，明天见啊。哎，明天见。老板，结账。哎哎，哎，小姐，伺好了，你慢走啊。好。哎，韩小姐，韩小姐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都找你半天了。有个好事，天大的好事儿啊！好事啊，有个有钱的大户人家老爷刚死了，哎，他们家老太太信佛，想找人抄写佛经，哎，我就一寻思，哎，你这字儿写得好，我就把这个活儿给你揽下来了，一张给5毛钱呢。我寻思着，像你这种有文化的人，这一天写个10张20张，那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儿吗？这钱呢，可不要太好赚啊。他为什么要请别人写呢？况且量大的话是可以印刷的，印刷哪有诚意呀？哎呀，要不是他们家老太太中风，手脚不便利，他自己就写了。哎呀，你就别犹豫了，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可不是天天有。哎，你看呐，财大气粗的很呐。哎，看，10块钱定金都给了，这我留5块钱，剩下的都给你啊。好，我接。谢谢。哎呀，别客气啊。晒衣服，晒衣服。哎呀，衣服再不晒就要发霉的，小坤回来会不高兴的。哎呀，这件是小坤最喜欢的衣服。哎呀，明天出去玩小坤穿着它。哎，佳彤啊，明天我们去大世界玩好不好啊？哎呦，哎呦，祖宗，哎，我刚给你收拾好，你又折腾出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不要动，不要动了。哎呀，这些衣服我刚刚洗好的，小坤不喜欢别人动他的衣服，不要动。好了好了，那你晒哈，一会儿我来帮你收啊。
哎呀，谢谢谢谢啊！小芬最喜欢了，留给她放学回来吃，放起来。怎么样，找到事情做了吗？现在要女职员的公司本来就不多，要么会洋文，要么会打字，要么就得忍受色狼老板。那要么这样，你就上前面那个小杂货铺将就一下，这月薪虽然低吧，可是他饭钱能保证啊。哎，不行，我还得把他的学费给挣出来呢。没事儿，我就不相信了，这么大的上海，我还找不到工作了。树影，又来听家栋弹琴啊？别让家栋听见。默默，拜托您一件事儿，这些钱替我转交给家栋，但是别告诉他是我给的。哦，仁慈的主会为他的孩子们化解一切的。我期待主给我指一条明路。对了，默默，还得打听个事儿，虎子，就是那个麻风病的老头。他之前有提过他平时住在哪儿吗？哎，我一直都很后悔，我哪里想到他会是年轻的抗日战士啊。之前他可能是察觉到什么，所以他要走，是我非要留他参加完家栋的洗礼，结果我这心里真是内疚。默默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日本人杀了他。他平时不说话，我想想啊。哦，对了，有一次发食物的时候啊，包了几个馒头，我问他是不是给家里人带去的，他说五角场那边的难民屋有一些吃不饱的孩子，他会不会住在那儿的附近呢？家栋，是你吗？我知道一定是你。你不想见我，我不为难你，我们就这样说会话好吗？你是不是在恨我？我也恨我自己，恨我自己当初太懦弱，不敢担当。可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回去的话，我真的愿意承担起这一切来换回你的父亲，哪怕是去死，也比现在这样受着心里的煎熬要强。可是时间倒退不了，这么多年一起经历了生生死死，从感情上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。你知道这段时间其实我特别的想你们，想你，想若雪。虽然现在我心里的石头放下来了，不再做噩梦了，可梦里其实全是你们。
姐姐抱抱好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手，无论你在哪儿，都要好好的。好好的活下去。老板，给我来碗馄饨，一天没吃饭，饿死我。哎呦，谢小姐来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这工作还没找到啊？你说现在找个工作怎么那么难啊？哎，老板，你知不知道这儿哪有招人的？辛苦一点没关系的，只要工资高就行。哎，现在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工了。你可别去啊！哎，对了，我听说啊，这仙师百货正举行选美，选的都是上海滩最漂亮的小姐参加，当选的仙师皇后可得重奖啊！谢小姐，你天生丽质，干嘛不去试试啊？这得了头筹，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还用看别人脸色啊？哎，老板，哎，你说，奖金多少钱啊？好像得五六百呢。我给你下馄饨啊。他们所有的信息尽可能详细记载，特别是有什么特长啊。好，记好，明白了。谢谢你叫什么？我叫李三叶。有什么艺术的通知吧？我特长可多了，我唱歌特好听，要不给您唱唱？唱歌是吧？真是没有我不说了吧？小姐，你好。你好。鄙人复姓欧阳，单名一个月字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请多指教。上海华影电影公司。是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曾做过业内牌小姐。那都是我以前不懂事儿，爱出风头。那怎么叫爱出风头呢？那批业力牌啊，是为抗日做义卖，在艺术圈呢影响力很大。你来参选仙师小姐？可多了，真是你行的，相信我的眼光。我是本次大赛的艺术总监。
报名吧，来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二位，请到那边等一下啊。哎，这个，请问小姐姓名？谢若雪。谢小姐，您有什么艺术特长？特长啊，做过乐队排小姐，写上。哦，好。谁是乐队排小姐啊？让我也见识见识。我还以为多耀眼呢，也不过如此。尽管寒酸了点儿，但模样还说得过去，争取个第二名、第三名还是有希望的。我要么不来，要来就是要争第一的。别说大话，闪了舌头。争第一名可是需要本钱的。谢谢提醒，谁赢谁输全凭造化。跟我 Mary Sue 较劲是吧？好啊，咱们走着瞧。嗨，他就这脾气。哟，都写这么多了，哎，我这马上就给他送过去啊。哎，对了，这家也没说到底要抄多少份，他不说个数目，难道我就一直抄下去吗？哎呀，多多益善，这烧过纸还得七七四十九天呢，是吧？哎，你别的不用管，你就只管干活收钱。你看，人家给钱很准时的。咱还是老规矩啊，我留十块，剩下的给你啊。谢谢。你不是给你弟弟凑学费吗？这回够了吧？哎呀，不要叫人家苏小姐，好土的，要叫人家 Miss 苏，或者是 Mary。麦肉，是 Mary， 不是麦肉苏。你们一个一个笨死了，气得人家胸口好痛啊！笑死我了！哎，你可一定要打败这个麦肉苏。拿下先是小姐冠军啊！拿不拿冠军我无所谓的，我就是冲奖金去的。哎，名也要，利也要的。哎，谁让我们家若雪天生丽质呢？要是老杰克活着的话，一定会全力的为你摇旗呐喊、包装的。哎，说什么呢？不是还有我吗？我可是上海滩最好的裁缝。若雪，我那还藏了一块上好的布料。这两天啊，我一定给你赶一套最漂亮的礼服出来。还有我，若雪啊，我那儿还有点首饰，也可以借给你用的。佛要金装，人也要衣装嘛。谢谢大家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坚强的后盾，我一定要拿下冠军，为了奖金，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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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奖金！拼了！拼了！奖金！拼了！再有落款就写好了，拿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！啊，谢谢。慢走，慢走。姑娘写信呢？啊，怎么收钱啊？两分。两分？这么便宜啊？哎，这年头啊，读一辈子书啊，仨馒头都换不来。到底想要干什么？
我只是想要帮帮你，哪怕躲在一边不出现都行。你以为会感激你吗？不会，你只会让我觉得更加的羞辱。对不起啊，其实我只是想让你生活过得更轻松。请你离我远一点好吗？我们本来就是两条平行线，永远不可能有交集。舒莹，不管你怎么恨我，我都会一直守着你，我会一直等下去。也许有一天你倦了累了撑不下去了，到那时候你会想到我的好。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，我就是找一把黄土把自己埋了，也不会出现在你的身边。舒莹，谢天赐，你到底要毁我毁到什么时候？日出是为了曾经。